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修学十玄门247页。247页。最后一段。今辨此因果恶门者，缘果绝于说相，所以不可以言说而辩。因即明其方便圆修，是故略辩者。那么这里就是继续谈所谓的法界缘起啊，不过自己因自己果啊，在246页啊，上次这个讲的啊，法界缘起啊，不过自己因自己果啊。那么整个法界呢，所有的缘起的现象，其实不过就是法界自体的一种因跟果的一种显现。那问题，这个自体因自体果的这个道理跟现象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啊。所以呢，他现在就开始要来深入去说明啊，所谓的自体因果啊。那么他说，那么现在十玄门要来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然后来辨析啊，辨就是分辨分析的意思啊，辨析啊，这个因果。那么因跟果呢，可以说是上次讲过的不同的两个角度来了解法界自体啊，法界自体。其实很简单，比如说这条毛巾。这条毛巾呢，你要从它的因来讲，它就是线而已啊，对不对？所有的毛巾不就是线嘛？你从因的角度来讲，它就是线。可是如果你要从果的角度来讲呢，你开始不会叫它线啊。比如说我现在来擦汗，对不对？师傅啊，你怎么在擦线？不过没有人会说，你怎么在擦线，对不对？你会讲擦毛巾，你会讲擦线，可事实上呢，这条所谓的这条毛巾完全不就是这些线吗？所以因跟果只是从角度的不同来讲而已啊。但是不管是毛巾也好，或者是线也好，不管你叫它什么，你从哪个角度来讲，它会是两个东西啊？没有，它是同一个东西。是吧？而且它自体因自体果。那当然，现在要讲的法界没有像毛巾那么简单啊，因为毛巾我们看得很清楚。法界啊，整个法界就是所有一切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的现象的界别法界。毛巾是很单纯，就一件事物啊。那整个法界一切万法的这些界别现象呢，那它的因自于果又怎么一回事呢？好，那他说，如果从果的角度，而且是从圆满果的角度呢，它实在是不能用一个语言文字上去谈法界。法界那也是我们现在讲名叫法界啊。假名叫做一个法，就给他一个名字。那其实这个缘果呢，它实在是离于说相，
为什么？因为这个法界它是无相，啊，它是无相。跟毛巾很不一样，毛巾呢，讲到毛巾，我们就会有一个啊一个概念啊，在心里头呢有一个想象，一个概念，说哦，毛巾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啊，当我拿卫生纸的时候，啊，你不会说这是毛巾，对，因为这个卫生纸的现象跟毛巾的现象呢，它是不同的现象，不同的概念。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每一个法，每一个法。可是，如果要总体论说呢，所有一切的现象，啊，那当然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说毛巾是毛巾，桌子是桌子，卫生纸是卫生纸啊，啊，这一切犯惯法，啊，这种圆满果。它不是用那么单纯的我们的失意心、分别心的一种概念可以去了解，所以呢，在觉理说相，所以呢，真正的自体圆满果，也就是佛果了，啊，尤其前面讲的所谓的十佛意、十佛世界、十佛境界以及一切。十佛世界啊，这些，这个圆满果不是我们现在凡夫的分别心、失意心种种的语言概念可以去了解。它不像毛纸、毛巾啊、卫生纸啊、桌子、椅子啊，这么简单的、啊，它牵扯到整个法界、法界缘起，这是一个比较深、比较。广的一种缘起观啊，一种缘起现象，所以这不可以言说而辩啊。既然从果呢的角度啊，我们讲啊，一切的现象可以从因的角度跟果的角度。既然法界这个它的果相，既然法界的果相是不可言说，所以没办法去说，那我们只能怎样？从它的因去说啊，因为果不能说嘛，对不对？所以只好从可说的因的这个角度去说。啊，那它因的角度呢？上次讲过了，啊，自体因，法界的自体因就是什么？方便圆修嘛，啊，方便圆修，怎么样发菩提心开始？啊，怎么样开始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一步一步的，啊，怎么样可以成佛？佛这个角度，佛是圆果，佛不可说，只好从菩萨的因地来说。啊，但是菩萨的因地你给他做圆满了，成就了，那个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佛了。啊，但是呢，既然用可说、用说的啊，用方便圆修、用说的角度呢，那是说之有尽啊。对不对？啊，其义无穷啊，是不是？啊，道理是无穷尽的，可是讲呢，讲出来是有尽的啊。讲出来的语言文字是有限的，所讲的那个道理，那个道理本身是无尽的。好比说，我们不要讲啊，佛法，儒家。孔曰成人，孟曰起立，对不对？仁义道德，人，请问你什么是人啊？孔子最主要就是在回答，解释，这也是他的整个孔子的中心思想嘛，对不对？人，
什么是佛，对不对？哦，那 孔子呢，看到子路的时候，就跟子路讲，哦，什么是人？哦，这样这样就是人。哦，遇到颜回的时候，就跟颜回讲，哦，这样这样就是人，是不是？啊、哦，可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因缘条件的时候，他就跟他讲，哦，怎么样就是人。好，孔子所讲的有没有限？有限啊，他就活了这么久，他的学生就这么多。可是人真正人的那个道理呢？你说有没有限？无穷无尽。一样，今天孔子如果来到了这个时空的时候，我相信他对人可能又有新的说法。虽然说法有不同，但是那个人的那个道理，从古至今有没有变过？没有变过，所以才叫无道嘛，一以贯之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这个道统，是不是？啊，法统，啊，那最后叫做国统嘛，啊，哎，但是最重要是要这个道统。好，所以一样，这个法界之理无穷无尽，不可说。啊，我们用比喻，就好像孔子的人，你说人最简单啊，这孔子也说仁者嘛，仁也。啊，仁者仁也，那个仁也是做人的那个人。啊，仁者是人在一个恶的那个人，对不对？啊，仁者仁。怎么样做人而已啊！啊，所以我们出生是一个人的样子啊，啊，一个 baby 出来是一个人的样子。可是 baby 他从小到大到他死，他真正有做好一个人吗？什么叫做真正做好一个人？甚至高僧大德说，人成即佛成，啊，什么叫把人做成功？你成佛了，那就是真正把人做成功。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会想要学佛，就是哦，这个说服我们啊，就啊做人处事，啊，你看现在整个国际啊这些问题纷争，啊，也是其实就是，啊，做人处事的道理没有弄清楚，啊，大家都想要他自己的国家优先，那其他国家怎么办？对不对？啊，如果只有想到你自己，那其他人怎么办？所以中国自己很有意思，仁，仁爱的仁，两个人。所以说，做人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你一个人活着啊，是不是？你要两个人，就是你还要记得有别人啊，最简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中文哦，很妙啊，哦。虽然人的道理很多很多，可是你要记住，你心中必须有别人，就这么简单。儿子呢，你叫儿子就别忘了，你还有老爸。对，你今天要先生，你就不要忘了，你叫先生，你就还有老婆。就这么样，还有就是很简单。接着叫佛，佛从来不会忘记，还有众生。这是最简单的，就两个人，就是你不要只有你，就不要只有我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方便圆修哈，哦。好，要讲的话呢，只能从方便圆修。这方便圆修要讲起来就很多啦，啊，八万四千法门，对不对？啊，哦，八万四千法门全部都是方便圆修，啊，哦，说法49年，全部是方便圆修。
所以《金刚经》讲，如果说我有所说法，只是即是谤佛，那个无有法可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有没有？《金刚经》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那个无法可说，就是缘果决于说相嘛。说法者无法可说，那就是缘果决于说相。可是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呢？完全不说，众生哪有可能会有机会懂呢？所以不得不方便而说，就说法49年了，说了84000法。好，那这个呢，反一个是不可说无穷无尽，一个是说有穷有尽，所以有穷有尽的对无穷有尽，无穷无尽来讲，那只能叫做略变啊，是不是？很简单的，很简要的，说了一些，就叫略变，好像大海无穷无尽，那你去捞捞呢？捞个一两池啊，就是这样。可是你捞了再怎么多的水呢，也无法无法等同整个大海水。虽然你捞出来的水呢，不可能等于整个大海水，但是你捞出来的海水跟那个没捞出来的海水的那个水性，却是完全一样，那个水性是完全一样。好，所以呢，这只能略变啊，只能略变啊，因为我呢，自体法界果，这是不可说的。那现在呢，我们要说，只能方便从因法界因来讲啊。那接下来他有个问答。问：不思议法品等一名果德，何故得于因门说耶？那这里头有个问题啊，他说：不思议法品，不思议法品呢，就是在60华严跟80华严，就是所谓的入法界品啊，入法界品。那我特别。这个科文，这之前我们有看过整个华严经呢，入法界品第三十九入法界品以我们这个80华严来讲，它主要有所谓的有本会跟末会末会跟本会。那本会呢，就是如来呢先讲他的这个所证到的这个境界了。那末会呢，就是善财童子53参啊，这是我们最后讲的啊，这入法界品呢所以53参呢是属于末会。那佛陀自己开示他的这个境界呢，他的果地的一种境界，这是本会。所以就是入法界品呢，它包含了，简单讲就是佛的果跟善财53参的因也就是果跟因都有讲。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不思议法品，法入法界品，既然有本会跟末会，也就是也有佛陀讲他自己的果德，也有善财童子53参去参这个因地的修行。那他现在提出问题说，那你看果德不是不能讲啊，在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本会，佛陀亲自就讲了这个佛的这个境界那怎么会是也是可以在这个因门呢来说呢也就是说，凡如果照前面来讲的说，凡有所说是属于因还是属于果？
属于因嘛，因为果可不可说？果是不能说嘛，是不是？啊，果既然是不能说，可是你现在说了，说了不就变成因了吗？啊，所以说，既然果，佛陀的果德不可说，可是怎么在入法界品啊的这个本会里头，佛陀也是讲的那啊他的这个佛的境界，那既然用讲的，那不就是因门吗？怎么果德可以在因门里头来讲？也就是说，佛的境界啊，简单讲，佛的境界到底可不可以说啊？如果不可以说，那华严是怎么又佛陀又出来讲佛的境界？所以他提的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佛的境界是真的不可说，这个圆满的果德不能说，那怎么会在华严经的入法界品里头又说？佛又去讲了，好，那他就回答了，他说：“此等虽是果德，对缘已变果，非是究竟缘起之果，是故无与因同一会说也。”那么这个祖师他就回答：“没有错。”这个如来也是在入法界里讲的佛的这个果德的境界，虽然是讲了，但是这种讲出来的果德，它叫做对缘已变果。啊，缘就是因啊，那因缘因缘啊，缘就是因，对缘已变果就对因而。而来说果，对因而来说果的时候呢，就有了所谓的相对的一种情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不可说？因为它是所谓的绝代，绝代的东西不可说，相代的东西就可说了。所以，如果因果，如果是能够去汇度到绝代，那真的是不可说了。可是如果要以相代呢？相代的话，那就可以方便说了啊，可以方便说啊。所以他现在就来讲了啊。虽然呢，这个是来谈佛的果德，但是入法界品佛的果德，它是对缘已变果。对着善财五十三餐的这样的因缘而来说明果德的一种圆满现象境界，所以它是以相待而不是以绝待，所以他说非是究竟缘起之果，所以究竟缘起之果就是绝待了。你看啊，我们现在所有的语言、文字、思维呢，基本上它是相待的东西，你才可以讲。比如说，你说什么叫做好？因为有不好，你才说这个叫好。啊，什么是一？因为有异。啊，什么是长？因为有断。啊，什么是美？因为有丑。什么是是？因为有非。你看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思维，基本上都是什么？简单讲叫做二元相待，啊，二元相待、二元对待，才有办法有语言、文字、思维这些东西。啊，但是绝代呢？哇，绝代，这就像禅宗讲的。起心即乖，动念即违啊！你起心动念就错了，因为你起心动念就落入对待，
你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就开始有分别嘛。你一起心动念，落入分别，落入能所，啊，所以禅宗不叫你不能，啊，不能起心动念啊，啊，所以打得妄想死嘛，虚如法身佛就这样，啊，这是绝代，啊，所以禅宗。啊，他就是要你去参到那个，啊，那个绝代不可思议的那个本性，本性之体那个绝代。好，所以简单讲呢，啊，这个杜顺和尚呢，他说果啊，所谓的果呢。你要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相待的果，一个是绝待的果。相待的果可以方便来说，绝待的果真的就不能说。所以他前面说缘果决于说相。我问大家，缘果决于说相，这个是相待的果还是绝待的果？缘果决于说相，这个是相待的果还是绝待的果？绝待的果嘛，不能说啊，对不对？啊，可是，在法界品、入法界品，啊，又讲了这个佛陀的果德，这个是相待的果还是绝待的果？相待的果。所以它叫对缘以变果，对不对？相待的果，啊，所以这个主持很厉害啊！啊，有时候你不修学，你不知道这些老祖师他们在法义上很维系、很维系的这些检责，哦，凡夫都是粗线条啊，简单讲就是这样了，啊，凡夫都是粗线条。那你真的来看，你就知道说，哇，这祖师大德他们在，你看我，你看这个果，一下子可说，一下不可说，这问题差在哪里啊？那他现在分析，我们来又有一个新的，好像啊，这个在扒这个空心菜，一层一层，啊，迷雾把它扒掉那样啊，哎，不是空心，包心菜。一层一层剥掉，啊，抽丝，啊，剥，什么？抽丝剥茧这样子，啊，哎，一层一层，我们才把这个真理，啊，这个法界缘起的道理，才一层一层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对这个法界缘起，不然呢？大家嘴巴也都会讲啊，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可是问题，你没有这样一层一层的怎样逼进去，啊，一层一层的深入进去。那禅宗一样，为什么？你看他要开悟好几次，哎，不是一次就好了。对，一次悟的，一次悟的怎样不一样啊？啊，一次一次悟的不一样。哦，所以这法界道理，你不要觉得哦，我懂事啊。我们也不能说你不懂，可是你懂的是比较粗浅的表面，你比较深入的法界里，啊，你没有透过修学，透过修行，那你是就是懂的是很表面的东西啊。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啊，所谓的果德。这个自体果、法界果，那你要从相待来讲，还是绝待来讲？如果从绝待来讲，就他前面讲的，缘果决于说相是不能说的。可是呢，佛陀不得不方便而说，啊，那就是以这个相待的果。相待因而说果，
啊，叫对缘已变果。这里头还有更微细的，如果果以绝代之果的时候，不可说。那这个绝代之果不可说的时候，还有没有因可论？大家可以去参一参啊。如果果是不可说的时候，因真的就可说吗？啊，如果以果不可说的话，还有因可说吗？这个也可以再去参一参啊。啊，所以啊，这个因跟果的道理啊，是很深的啊，是很深的。你不要想说，哎，有啊，我都知道啊，佛陀就我叫你讲因果啊，没有错啊。啊，问题这个，你看现在祖师谈的这个因果的问题，自体法界的因果的问题。啊，好，这个是可说不可说的问题呢，他来做个分析啊。这就好像中观就把因也否决掉了。对啊，中论，在人中论不是不只是中论啊，很多啊，包括楞严经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对啊，对，把因也否认掉了。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你说是不是因缘？你讲因缘也错啊，不可说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一层一层啊，啊、哦，今曰教就自体相，变缘起者，于中有二，一者取譬变成于法，二者变法会通于理。好了，现在呢，祖师啊，来一层一层啊，要再教，现在下来啊，又要再深入了，又要再深入了，啊，法界理。又在深入了，现在如果呢，我们就教理上呢，就自体的啊法界的体跟相啊，法界缘起嘛，既然法界缘起的体相是法界缘起的体跟相，刚才是法界缘起的因跟果，246页呢。这边是谈自体法界的因跟果的角度来谈，所以啊，谈法界，很多有不同的角度。法界从因跟果来谈是一个角度，那接下来呢，他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谈法界，什么体跟相啊，体跟相啊。就自体相变缘起，这个缘起就是法界缘起嘛，啊，如果我们现在改从体相的角度来了解法界缘起，啊，所以啊，这个法界缘起，我们说就可以说了，十玄门就是叫法界缘起面面观啊。以前老祖师写书写的比较古文一点，叫做十玄门啊。如果他今天啊又出事了，他要来介绍法界缘起的时候，他不会再叫十玄门的、哦、看到人就人家就掉头就走，太看起来就很硬，对不对、啊、他不会讲，他会讲法界缘起面面观啊，就是这样，十玄门就说十个角度嘛，对不对啊，从十个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华严的法界观嘛，华严法界缘起观，那现在白话就叫做面面观嘛，所以十玄门就是面面观的意思。好，所以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至少了解到第一个叫做因果的这个面向来了解，接下来是从体相这个面向来了解，体相。这个面向来了解法界缘起呢，他说：“那这样我们要从两个，啊，一个
叫做举譬变成语法。譬，譬喻，我们用一些例子来帮助了解这个法，这个法就是法界缘起嘛。十玄门就是在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一个道理而已，就是法界缘起这个道理。法界缘起，很深啊。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这是，你不能说讲你讲错，可是你知道你所言之何物吗？你真正有时候你没有深入去修学，我们说讲的虚虚的啊。好像说阿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什么叫发菩提心？这道理怎么发菩提心？你不了解，变成只是呼口号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法界缘起呢，他用譬喻来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法界缘起的道理。举譬变成语法。第二个叫变法会通于理，就来分析这个法义，让我们真正通达了这个道理。分析了这个法义，让我们通达了道理。然后这两个，一个分别是相，一个分别是体呀。我师父这边直接就点断：举譬变成于法，明其相也；变法会通于理，明其性也。明其性就是明其体呀。所以体跟相呢，一个举譬变成于法，就是那个相。相就是它的外相，或者它的现象，那变法譬会通于理呢？那个理就是那个道理，就是那个理体，那个本体自性，所以呢，这两门正好一个是体，一个是相，这两门。总而言之啊，跟古德，你看他字字珠玑啊，看到了没有？他每一个字啊，所以为什么以前古人在写文章会说多一字也不多一字也不行，少一字也不行，就是这样。他用字用得很巧很准啊，就你没办法去给他增减嘛。好，所以举譬变成语法呢，就是所谓它的相；变法会通于理呢，就是它的什么体啊？好，我们先大致上这样了解嘛，因为这才刚开始嘛。这个其实就是在做科判，做科判啊。所言举譬变者，如夜摩天会菩萨云集品说云。比如数十法增一至无量，皆悉是本处智慧不差别也。什么是举譬变成于法呢？举譬变者，举譬变者，用譬喻来帮助了解呢，那就好像华严经里头的这在第十行位，我们这刚修学完华严经，大家要七处九会，对不对？七处九会，到了七个地方，有九次的法会。这七个地方呢，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夜摩天宫，夜摩天宫。到立天在上面就是夜摩天了，夜摩天。在夜摩天宫呢，谈的主要是十行位的菩萨的修行，十行位，我们十性、十
实住实行嘛，啊，实行实为相，所以呢，它是在实行位啊，这个我们都修学过啊，当然你是不会记得的，那么多啊。好，他说，在夜摩天宫那一会的时候啊，那么在菩萨云集品里头啊，那么有一个菩萨出来讲啊，这个菩萨是精进林菩萨啊，精进林菩萨，那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啊，经文呢大同小异啊，啊，大同小异。我师父这边是两个都有拿来引出来啊，两个都有引出来。那么祖师呢，杜穗和尚，他引的经文大部分是六十华严的，啊，六十华严的经文呢，那就是譬如数十法，真一至无量，皆悉是本处，智慧不差别。但是如果是我们所看过的八十华严，啊，他经文呢就不一样，有点点不一样。他说，譬如算数法，真一至无量，数法无体定。智慧故差别，一个叫做皆悉是本数，一个叫数法无体性，所以有时候同本意义，同本意义，其实在佛经的翻译有很多经典都是有所谓的同本意义，譬如说金刚经啊，金刚经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本子是谁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但是历史上翻译金刚经的不是只有罗什大师一人啊，有很多人啊。但是因为罗什大师翻译的我们最相应了，所以到最后其他人翻译的都没有留下。不是没有留下来，在他藏代藏大藏经里头是有的，你去查都有，但是他不会被印出来，为什么？因为大家不会去受持别人翻译，就是华人读经有他的偏好有他的偏好啊，所以呢，最适合华人口味的东西留下来的，就这样，最普遍的。包括阿弥陀经也是啊，阿弥陀经也是我们现在大家读的阿弥陀经是谁翻译的？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但是历史上不是只有鸠摩罗什翻译过阿弥陀经，还有其他大师，还有心经，心经也很多人翻译啊，但心经是谁翻译的留下来？心经这次倒是很特别，我们说这个当然也不是说玄奘大师打败了，因为玄奘大师他跟心经的缘很特别，所以是玄奘大师翻译的留下来。鸠摩罗什大师有翻译心经哦，你们有机会去看看。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说，有的时候你去看别译本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原来这个大师要讲的是，原来就是这个大师主要讲的那个东西啊。其实这道理很难，同样的，你看说讲心经啊，这个法师也讲心经，那个法师也讲心经啊，原来你听某位法师讲心经听不是很懂，可是你听另外一个法师讲的时候，原来是这样。这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对跟错啊，就是说你的法缘嘛，你的法缘在哪里？所以你听了就觉得原来是这样，你跟这个法师有缘，你跟我们跟这个翻译的大师有缘，好，所以
我要讲的是皆心是本数。如果你看六十华严呢，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本数，那个本数是什么？是一。你看吧，譬如数十法真一道无量，皆心是本数。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难道一百？我们可以了解，二就是两个一，对不对？三就是什么？三个一。四就是什么？四个一。一千就是一千个一，所以都是一。我们可能会这样去了解，皆心是本数，我们会这样了解。可是当你看到别一本的时候呢，你就会在这样想，你就会想的是什么？你看，从一至无量，数法无体性。哦，所以呢，这皆心是本数。当然，其实你说本数是一呢，也不能说错。但是皆心是本数，如果你认为是一，执着有个一可得，所以这就来了。我们这个禅宗有一个很有名的问答：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问题出现，有没有？啊，万法归一个人，所以这本数是一。如果你认为有个一可得，那你就误解了这个本数的意思了。万法归一，对不对？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一可得，那你就错了。可是万法归一。你不能说他错，错是错在你认为有一可得，所以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那个心是什么？金刚经最简单一句话：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怎么个唯心造啊？是不是这样？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要用什么心造？一切唯心造，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佛法一产生执着了，就会错了，就会错了。所以你看这别译本呢，哦，就觉得啊，太好了，术法无体性，一也没有自性，二也没有自性，三乃至无量无边都没有自性，这才是他的更我们说更深奥的一个解法在这里出现啊。可是皆心是本数是一，它也有它很重要的一面。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破坏相，你不能破坏一跟十。如果你认为说都是同一个体系，无自性而没有相上的分别，那这样也是不行。所以他接下来讲智慧不差别啊，智慧不差别。而且皆心是本数有一个好处，皆心是一，那正好你又知道一就是没有体性，二也没有体性，这时候你就能够说一就是二，一就是三，一就是十，乃至一就是一切，全部都是本数嘛，那本数也就是一切数嘛，一切数都是本数，所以本数不就是一切数吗？七八九十就是一，所以一就是七八九十啊。所以如果你把那本数解为一，有个好处就是更显出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那个重重无尽的一种法界观。所以呢，这两种翻译啊，都有它的好处啦，都有它的好处。那所以这就是说，正好这边我师父他也把别译本八十华严同样的这段经文呢，也把它列出来。我们一比较，哎呀，真是太好了。所以呢。
呢，本数是一，其实是无字体性，无字体性呢也不妨碍本数是一啊。好，那这样子，最后可以达到四四无碍。好，那它这个举譬就是用数学啊，数学作为例子。数学最简单，我们从小看，我们怎么开始学数学的？大家啊，家里有教过小孩，先从一背到一百嘛？没有，一开始没有先背到，先背到十就好了，对不对？数学怎么学？先背一，从一可以背到十，开始学起，这就是学习数学的第一步。所以他在讲数学哦。所以他举譬变成语法呢，他就用数学。我们怎么学数学？从一数到十。如果你会从一数到十，接下来就快了。啊，因为呢，十之后呢，就十再加一个一，十再加一个二，对不对？啊，十十就成百。十百就是什么？成千。哎，就快了。所以你看啊、哦，这祖师厉害啊！他所有的数学呢，是到最后的所谓的啊微积分呢、啊，再怎么个微也离不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好，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做例子，说明法界缘起。那么华严经告诉我们，这个数学里头怎么来看法界缘起啊？啊，华严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从数学，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数学数字，去看法界缘起呢？他说：“你注意看啊，我们数学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然后十一十二来，这样子算上去。可是你一般人只注意到它不断的算上去。”啊，或者是所谓的加减乘除，可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不管怎么样加减乘除，怎么样微分积分，他们看不出皆系是本数。皆系是本数，其实就是无差别。所有的数学家呢，只看到差别，没有看到那个本数。问题在这里。所以数学跟佛法差在这里啊，其实数学就是科学嘛，我们说数学是科学之母嘛。其实你去看了那些到最后那些所谓的科学啊，都是什么？到最后都其实都是数学的符号啊，是不是？什么定理啊，什么公式啊？你看，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那个什么很多的数，那个运动方程式啊，运动公理啊，都是用数学的啊这个符号来表示这样的一个、他们在自然科学里头发现到的这些现象，都用数学的符号来表示。啊，所以数学跟科学只有看到智慧故差别。他没有看到皆系是本数，问题就差在这里。佛法呢？佛法包含的数学、科学，为什么？他没有说没有差别哦，他说智慧不差别，有差别。可是佛法还告诉你，虽然有差别，可是都是什么？都是本数，都是无体性，数法无体性嘛。实在讲起来，这个就是心经啊。数法无体性，数法无体性就是色即是空吗？色即是空是不是就是那个无体性啊？智慧故差别呢？空即是色啊。哎，我们看出来，这个就是心经吗？数法无体性，色即是空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我们分别出来的。它其实没有体性的，它都是本数，就叫色即是空。虽然是空，可是呢，智慧随着我们的这种分别，现在就是讲智慧的话呢，那是圣人，圣人叫做智慧。凡夫叫做取向，取向执着而有差别，那变成凡夫。圣人呢，智慧，智慧是分别而无分别，所以他虽然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同，但是他知道虽然这些现象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其实都还是本数，仍然是无自性、无体性。所以讲来讲去，《华严经》最后还是通回了《心经》啊。所以这就是证明了一句：为什么古德讲般若呢？通教上通别圆，下通上教。所以我一直强调般若很重要啊。你能不能了解华严的道理？华严这么深奥的道理，它必须要从般若这个地方去发展起来，它必须要有这个本数无体性啊，它必须从本数无体性这个道理，才有办法去发挥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整个法界缘起的不可思议观，必须从般若建立起来。如果没有了本数无体性这个离体的道理的话，它是建立起不来这个法界缘起观的啊。好，所以他现在呢，他说这法界缘起的现象，法界缘起的现象呢，我现在用个道理来帮助你了解，就是你看，我们从一可以数到十，可以数到百。可以数到千，可以数到兆，可以数到，你看佛经很多，印度人的数学真的是很好啊，你看印度人是很聪明的，数学很好，所以你看他那个什么，我们说阿僧子，阿僧子也是一个数字单位啊，有没有？不可说，其实不可说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数字单位，我们过去华严经。修学过不就是一直在那边介绍好多的数字单位有没有？好，他说法界缘的道理，你从这个数字一直这样数上去，一数到十，百到千，乃至到所谓的无量无边的数字。你看这个就已经有才，这样是不是已经在帮助我们了解整个法界？我们从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三件事情，然后这从这样发展出去的这么无量无边的事情，那不就是法界观吗？就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一直数上去，数到无量无边，整个法界，你我他。对不对？我、你，还有他，他又有他，他有他，这样无量无边一直数上去，一直去相关联上去，那就是整个法界了。好，所以整个法界就好像这个数字数上去很像。然后数字，你好好去想的话，去理解的话。每一个数字都是本数，所以你我他法界无量无边的法，其实只是一法。数字都是本数的话，一切数是本数，一切法就是一法，是不是这样？一切数是本数啊，那么一切法是不是一法？那就是一法。
因为所有的数都是互相关联的嘛，有一才有二，有二才有三，有三才有四，对不对？啊，才有无量无边。那所有的法呢，也是由，譬如说，有无明才有行，有行才有事，对不对？有事才有什么？因为所有的法都是不离开因果嘛，所以有因才有果。所以这样的法界，以及一切法，皆是本法，皆是一法，一切数皆是本数，就是那个一，也就是那个无体性。如果你能够了解数字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整个法界缘起的。哎呀，厉害啊，这个人，这个人厉害，看，法界缘起无量无边，就好像数字数上去无量无边，是不是？法界缘起无量无边，就好像我们的数字数上去无量无边。可是如果你好好去观察了解，整个数数字无量无边的数字都没有离开一。皆悉是本数，那么无量无边的法界虽然有无量无边，可是都没有离开所谓的本法，没有离开那个一法，那个一法就是无自性，也就是空，也就是空。好，可是怎么会有无量无边呢？那是智慧无差别，因为你的分别心呢，因为你的智慧分别，才有这些差别相，才有这些差别相。好，那接下来呢？今举此十数为譬者，复有二门：一者异体门，二者同体门。他说，好了，我们现在如果再继续分析啊。这个举譬变法呢，我们再详细分析，又可以再分两门，一个叫做异体门，一个叫做同体门。那异体门呢，复有三，其实这个是一个错字的，应该复有二。一者一中多，多中一。那隔壁一行二者。一即多，多即一。好，他说我们现在呢，再继续深入了。这个举譬变成一法，用数字数数字来说明法界缘起观，我们又可以再分作两门，一个是异体门，一个是同体门。那我们先看异体门。异体门呢，数数字这个方式，这个善巧方便呢，在异体门呢，它可以说一中多，多中一。那另外一个门叫做一即多，多即一。你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啊，一个是中，一个是即啊，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个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看啊。那我们今天就说，先稍微点一下说，这个法界缘起观啊，越剖析，越深细 越深细 这个东西，这个道理的东西啊，一次也不要讲太多啊，讲太多你最后什么也没记不了，是不是这样？一次，通透一点，一次通透一点，那今天主要就是什么？你知道说法界缘起，从因跟果，那果是不可说的。可是，如果是用相待的果，那就分辨可以说，绝代的果是不能说的。那接下来呢？从另外面向，叫做从体相的角度来了解法界缘起。那一个是举譬变成语法，一个变法会同于你。那举譬变成语法是从它的相
他用数数字，啊，数数字，而且是经文里头，华严经的经文，啊，数数字这个道理，从一从数到十乃至无量，好像一个法变成十个法，到无量无边的法界，皆是本数，皆是本法，皆是一法，皆是那个无自性之法。